很高兴这次能够参加2012一起舞动比赛，相信各位同学已经信心满满的参加比赛，不管成绩如何，在我的心中他们已经是我的冠军。让我们为这次舞蹈欧巴原住民的掌声。今年呢带来参赛的歌舞剧的主题，我们就看到叫七彩岛。到底这个七彩岛要诠释什么样的故事呢？我们看就知道了。不过我们的樟树国小呢，远从遥远的